欢迎来到中年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希望大家看我们的视频开心。迪丽热巴古希腊女神妆惊艳亮相，古典与现代的完美碰撞。近日，迪丽热巴的古希腊女神妆容引发了广大网友的热烈讨论。这位年轻演员以其独特的气质和精湛的表演技巧，成功地将古希腊女神的形象与现代审美完美结合，展现了一种别样的魅力。迪丽热巴的古希腊女神妆容，无疑是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她的金发恢宏，宛如从神话中走出的女神，深邃而迷人的眼神中透露出智慧与神秘。在费加罗的古希腊双生天使神造型中，他以独特的造型和妆容完美诠释了古希腊女神的风采。这个妆容不仅展现了迪丽热巴的个人魅力，也体现了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古希腊女神的形象一直以来都是美丽、优雅、神秘的代名词，而迪丽热巴以其独特的现代审美和表演技巧，将这一形象演绎得淋漓尽致。她的妆容既保留了古希腊女神的传统元素，又融入了现代时尚的气息，呈现出一种别样的美感。除了妆容的成功，迪丽热巴的气质也与古希腊女神颇为契合。她优雅、高贵、神秘，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女神般的气质。她的演艺才华和时尚品味也让她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了众多粉丝心目中的女神。迪丽热巴还积极参与公益活动，展现了她的善良与爱心。他的这些行为不仅让他在娱乐圈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也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他内心的美丽和善良。迪丽热巴的古希腊女神妆容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也是他个人魅力和才华的完美展现。他以现代的方式演绎了古希腊女神的形象，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了古典与现代的完美融合。我们期待他在未来的表演和时尚领域中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感动。在未来的日子里，迪丽热巴或许会继续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妆容和造型，挑战自我，展现多面魅力。无论他以何种形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我们都相信他会凭借自己的才华和努力，成为娱乐圈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表演。我们也期待迪丽热巴在公益事业上继续发光发热，用自己的影响力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带去温暖和希望。他的善良和爱心将成为他身上最闪亮的标签，让他在娱乐圈中独树一帜，成为更多人心中的女神。迪丽热巴的古希腊女神妆容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展现了现代演绎与传统魅力的完美融合。她以独特的个人魅力和才华，成功塑造了一个现代版的古希腊女神形象，让我们对她的未来充满了期待。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